现在我们在哪呢？现在我们在长沙，我们来逛逛长沙的夜市。哇，这样好好看，真帅！小龙虾、飞君面，看看啊，这捞这海鲜咋卖呀？30半斤，60一斤。就是一斤的话，大概多少量呢？一盒。你就来四盒嘛，你就看着来一些。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得。咱四斤了，你不得给我便宜点吗？4斤240，你给我便宜点呗。200，210，好吧。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。这每一盒都不值1斤，我算了。谢谢老板娘，你给我们6个手套袋子。谢谢，给我个袋子。只要这样的话，我垃圾就可以丢了。从前，马发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。哎呀，有人。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了不知不觉。此刻是结局，叫你的出现。1份20是吧？是的。给我来一份呗。原来章鱼烧里面是有真的章鱼啊，我一直还以为是没有章鱼。我在小吃下就陪你遇见了浪漫。是啥？没有吗？时间过很慢。哇，这好嫩，这章鱼好嫩。哎，这好香啊！好像有点小啊，我很小这些啊。这里面的章鱼真的贼嫩，真的。感觉又没有这么大一个。我的那。一块钱看得起吗？哇！长虫，大虫，大虫。你这沙扯蛋是咋呀？这不是跟那个章鱼烧差不多吗？哎，我想吃生蚝。哎，这生蚝咋卖呀，姐？28块钱12个。28块钱12个。好饱啊！这有没有椰子冻？太长了，什么袜子？这几个？这二十二个。赶紧你们坐下来吃。这好小啊。还没买事儿，把这些消灭了。2.5块的生蚝太长了。哇，长沙都吃这么辣吗？完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这是问他的粘液，反正绝对不是我口水。这个还挺热闹，但是可能就这样气氛好。我无所谓的。哎呀，插反了。鸭屎，是有鸭屎的味道。还可以。等就让它弄。70元、70个、50元、70个、70块钱、100个、100块钱、150个。那我来30个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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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套圈套也套不中啊！我观察了一下，基本上没有人能套，全部都是假的。走。咋跳呀？380。
三十秒三百万，三十元三百万子弹，还不如投这标枪呢。老板要哭了，老板。好多人，咱走吧。打枪浪费钱，啥都没得到。Slow down, I know you wanna understand, so I'll explain the best I can what this pain feels like. 烤冷面、牛肉、拇指生煎、豆花大满贯、手工擂茶，好多人哦。爆头章鱼是没有头的吗？有毛病。烤肥肠，哎，没有好玩的嘞。可能走一圈消化消化，可能待会儿还有想吃的。哇，那边水果摊了，怎么样？